豆苗综合性健康功效。大豆苗是大豆植株的嫩芽和嫩叶，是一种极富营养的蔬菜。以下是大豆苗可能具有的健康功效。一、丰富的营养素。大豆苗富含多种营养素，包括维生素 C、维生素 K、钙、铁、镁以及膳食纤维。这些营养素对于维持骨骼健康、支持免疫系统和促进正常消化功能至关重要。二、植物蛋白质。大豆苗是植物蛋白质的出色来源，对于素食者和追求增加植物性蛋白摄取的人来说是一个优良的食物选择。三、抗氧化作用。大豆苗含有丰富的抗氧化物质，如多酚、类黄酮和抗坏血酸，有助于中和体内自由基，减少氧化损伤的风险，同时对预防慢性疾病有益。四、降低心脏病风险。大豆苗中的植物化合物，尤其是大豆异黄酮，被认为有助于降低血脂和胆固醇，进而降低心脏病风险。五、血糖控制。一些研究显示，大豆苗中的植物化合物可能有助于稳定血糖水平，对于糖尿病管理具有一定的潜在益处。六、抗发炎作用。大豆苗中的某些成分被认为具有抗发炎特性，有助于预防和缓解慢性疾病，例如关节炎和其他炎症相关疾病。需要注意的是，大豆苗的营养成分可能因种植条件、采收时间和处理方法而有所变化，建议在饮食中多样使用大豆苗，并搭配均衡的饮食，以确保获得最大的营养益处。古人早已重视饮食多样均衡，尤其注重蔬菜水果的摄取，认为这有助于保持身体的气血平衡。基于阴阳五行的理论，选择不同的食材可以帮助平衡身体的能量，促进体内的阴阳平衡。现代人可以将这种智慧融入现代生活，追求多样化、平衡、节制、定时定量的饮食习惯，避免过多刺激性食物，从而实现身心健康的生活方式。将古代智慧的养生之道融入到现代现实生活，活出健康自然美。